他人生的第一个健美舞台，多多少少都会紧张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紧张感跟压力都不要那么大。台上健美比赛，参赛者展现肌肉线条之美，黝黑壮硕的体态当中，一名参赛者肤色特别白，不注意都难。站上舞台就是留下你的美丽时刻。这一看发现，这名选手没有涂肤色剂，连动作都不太熟练。还看看旁边参赛者在修正，拍摄的人忍不住憋笑。人家练出了六块腹肌，他的肌肉看不出明显线条。这是7月13号在苗栗国中举办的县长杯健美锦标赛，来自全国各地200多名选手参加。这名选手来自竹南，19岁的大学生，他是意气相挺陪着参赛，为了他的好朋友首次参加健美比赛，这是好友的舞台。他的好友高中同班同学第一次参赛，就像陪考一样，为了主要参加考试的人不要太紧张，用行动告诉他，兄弟，我都上台了，你就放心吧。他人生的第一个健美舞台，多多少少都会紧张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紧张感跟压力都不要那么大。大学生意气相挺，想降低好友的压力，自己没有得失心，自由发挥。看来体态比不过，自信却超前。这次的比赛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啊！我一介草民，又要怎么跟他们相比呢？但我也应当拿出超越他们的自信，去回应这一个舞台。健身中心的民众看过影片，觉得有意思，称赞这名大学生有勇气、有义气。虽然他的体型看起来跟旁边的选手好像有很大的差距，但是他的自信让我觉得他都赢了他们。我觉得他是非常棒的一个孩子。自信满分的同学意外因为陪赛发现健美很有意思，也开始投入训练。两人这一次都没有得奖，不过网友封给陪赛的同学最佳自信奖。 TBS 新闻谢谷金、吴淑萍苗栗报道。